自悲伤。OK， 没关系，那我们现在来猜个谜，先让他们在调音的话。我现在要出题咯，这是一题数学题。有一天，不是有一天啊，有一个人叫金宝，他每天呢会跟100个女生告白，那么他的失败率却又是100%。那我想请问，百日之后金宝，哎，我还没讲完，不好意思。就是他每次都会告白，然后失败率是100%。那他每失败一次，他就会悲伤一次。那我想问，百日之后，他究竟会悲伤几次呢？有人知道吗 ？Judy， Judy， 大声一点。一万次悲伤。掌声欢迎一万次悲伤，谢谢。好，你试一下。自悲伤。大家接一下手电筒，谢谢。都倒数第二首歌，然后我是主唱林巧，然后这是我们的吉他手静美，然后这是我们的第二把吉他秉宏，然后这是我们的鼓，余炫，这是我们的鼓余炫。